到早起八点半为止哦，台北市计共有47件的灾情。市长张万安表示讲，暗头啊开始到半暝，也是台北市风雨上大的时阵哦，伊呼吁民众尽量卖出门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伫灾害应变中心，伊指出讲，目前新北市有33件的灾害，有路树倒去、电线落去，拢处理好势咯。民众嘛正关心讲，八八机明仔载敢会阁继续停班停课，今仔暗时8点就会宣布。台北市树林区路树坏地内，就连地砖也规个翘起来，现场影响三线道。警消接报了后，赶紧实施双向交通管制，并排除倒落来的树啊，好在暂时无人员伤亡。到早起8点半，台北市拢总有47件灾情，其中2件建筑物小块受损，2个围篱啊倒去，已经分别进行移除，也加强固定。市长张万安早起主持防范风台会议，呼吁民众避免出外。下午开始，包括雨量、风势也会逐渐增强。那预测台风影响台北市最具的时间，就是从傍晚开始一直入夜，所以还是呼吁民众要特别的小心。中度风台卡努来，北部地区的风雨渐渐增强。台北气温维持炎温，会看状况来调整时间。暗过鸟瞰的缆车、维湿物中心、儿童新乐园、北投会馆，也个一温商品馆、小巨蛋、冰箱乐园这所在暂停营运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伫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防台的工作汇报，需要前往抽水站视察，避震卡努。那么到抽水站嘛进行预先抽水作业，增加抢水的空间。这段时间的灾害，有案件的处理大概有33件，都是属于路树倾倒、电线掉落，不是重大灾害。的灾害都已经处置完毕，目前本市是没有重大的灾情。侯友宜进一步表示，今日中昼到明仔载早起是新北市上重要的关键时间，提醒市民最好防范风台准备，避免出外活动。卡努移动的速度有较慢，一定明仔载早起上北一个家人依然风力也持续。测试是不是继续放风台假，一定上紧暗时8点会宣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